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松江市场的审计原汁牛肉面，这是这一摊正面的样子。哦，牛肉面价钱好便宜哦，那我们再来试试看。好，这条路上车还蛮多的，要注意啊。好 ，OK。好，老板你好，我要大碗牛肉面，这边吃。你要宽的细的。哎，细的。哎，谢谢。哦，隔壁这臭豆腐还蛮香的、啊。好，这叫天下第一摊。好，那现在就好了、哦。其实以宵夜来说，100次这样还蛮便宜的，这样还蛮大碗的。有一个大碗公的量。然后那面有分粗的跟细的。哇，牛肉好大块。赞哦！还蛮入味的，不错。哇，烫头也不错。算蛮大块的，只有牛肉稍咸略柴，稍咸啊、哦、但是你宵夜来说蛮可以的、哦、牛肉还有点牛肉跟牛筋、哦、不错、哦，不错啊、哦！哎，它有酸菜。好，在桌上。加点酸菜跟辣油，相信会更美味。这个酸菜是没有炒过、啊、但是加下去之后，汤头变得比较，应该说更有味道。哦，面大概是两大坨。两大坨面，好，那就是这个松江市场有名的牛肉面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、哦。100次这样蛮不错的，有没有人来吃过啊？好，应该觉得不错。好，算是好吃 ，CP 值高。应该是台式牛肉面，不算是外省式哦，因为它香料味道比较没那么重。我今天吃蛮多东西的，所以我面会打包走，大概我只吃这一点。
汤都不错。赞。Google 分数有4.2分啊，觉得还不错。好像140的话，相信一个男生会吃得蛮饱的。好，记得要加点酸菜跟辣油，就味道更好。好赞啊！晚一点的时候我会再慢慢吃完，因为我只有这个时间可以拍影片。好，不解释。好赞哦，那90分就等各位朋友品尝哦。大碗的还蛮巨大的哦，然后牛肉烧柴，然后但是面跟汤都还 OK。好，那生意都蛮好的哦。好，那刚那牛肉面我觉得当个宵夜吃还不错。那现在还有蛮多摊开着，那我就拍一下啊。第一家是烧烤，包好吃。我觉得菜市场这边的都还蛮平价的。好，这个麻辣烫加臭豆腐才70块，很便宜。刚这个老板娘蛮亲切的，也许我下次再来吃。好，那价钱也不算贵。啊，那个臭豆腐很香。啊，这一家是素食现炒。好，这家休息了啊。然后这个是我上次有来吃过的当归羊肉汤。啊，这两家有机会我会再来吃。好，看起来蛮赞的。好，那就加一点点街景啊。好，以刚这个市场的宵夜来说，还蛮平价的，至少说比我去别的地方便宜很多。好，上次我记得吃一个炸物就200多块啊，这样子是比较贵了啊。但是大部分店家都休息了啊。哦，这个之前我有来拍过了啊，稻香石磨肠粉。
哦，这是一家果汁店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有个愉快的夜晚。好，拜拜。